要私下放话，王院长会有重大宣示，大大小小超过20台摄影机，连外媒都不敢漏，就怕错过国民党可能出现表态参选2016的第一人。是主席乌有的事哈，没有这回事哈。至于重大宣誓，没有啦。否认重大宣誓等于表态参选，但四月开始连续安排校园演讲，抓住年轻选票的算盘似乎不用言语也能意会，尤其演讲题目很有梗，立法院长行不行？法院长行不行哦？这个题目行啊，就做，或者是不行，就是。不可做的，这样做好吗？那样做不好吗？把40年立院龙头心得浓缩成做与不做的政治攻防心理学，检讨对象总统看招。小酸政府行政效率，党内外人气颇高的王金平近期私下拜会行程变多，还要出访日本。像台湾明天一定会更好。当时每次选总统，大家说啊，我们台湾一定会更好。啊，结果有没有？大家心里有数哈，当时一直喊说，哎，爱拼到赢，爱拼到赢，啊，今晚呢，有在拼，啊，拼到赢没赢，无人知。但在党内共主朱立伦动态不明的情况下，王金平不变应万变，继续和最高权力保持一侧安全的一步距离。记者郭世阳、黄媛媛采访报道。